好，他是坐在旁边。大家好，我是台东大学的学生，我现在读研一。有人知道研一是什么吗？是啊，研一，研对，答对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其实我研毕一年呢，是我故意的啦。对，技术性的研毕，害我被我们系上的老师骂了一顿。好，我要带来第一首歌呢，是陈绮贞的 After 17。 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就是十八岁刚过或是快要满十八岁的人呢？有的话举手让我看一下，有吗？耶、yeah, 有。哎，真的假的？那个骗人的那个年纪有点大。好好，这首歌呢对我来讲其实有一点意义，因为它是我高中表演的第一首歌。好，那我要开始咯。这首歌在讲什么呢？其实这首歌是在讲，就是我们刚过十七岁，对，十七岁过后呢，就是十八岁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有自己的
发表自己的感受，这样子。虽然我距离17岁已经蛮久的，好，我现在呢有点紧张，因为呢，其实刚刚那个主持人嘛，主持人说，有空一个位置，然后呢，我就很紧张，怎么办？我到底要不要去写？然后呢，我就去写了，然后我就立马骑摩托车回家，拿了我的吉他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在写的时候，不知道有没有旁边有没有人看到我的手是在抖的，对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要介绍我的伙伴，他也是台东大学，可是他不是研一的，对，他比我优秀一点。来，我们欢迎米米呢？好。好，我要介绍一下他，就是我们都是台东大学资讯工程学系的，对。然后呢，我们资工系呢有一个乐团叫做范特西乐团，他是我们乐团的主唱，然后我是木吉他手，这样子。然后因为我们的其他同学都已经毕业了，然后呢有些人就是去读研究所了，这样子。所以呢现在只剩我们两个很孤单，然后他现在在台东上班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以后一直在台东上班，你会吗？我不知道。好。突然上来，我没有背歌词哎。哦，真的？那你要不要靠近一点？没关系，你可以靠近一点。哦，我们第二首歌要带来《晴天》，这首歌也是蛮特别的，它是我第一个学会的歌。对，好，所以我今天带来的歌呢，其实都是就是还蛮古早的歌，这样。好，啊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还是你有什么事情要跟大家讲？对，他现在要征女朋友，他现在单身。靠腰。为什么单身呢？你为什么单身啊？就有人跟我提分手，就。哦，你知道那人是谁吗？就是我。好，其实很少人可以像我这样子，就是分手之后我们还是很好，然后站在同一个舞台上面表演，很得意的样子哦。对，我觉得我蛮得意的，为什么？好，没关系，那我把它带来第二首歌。
翘课的那一天，滑落的那一天，教室的那一间，我怎么看不见教室的下雨天，我好像在另一边，没想到失去的勇气我还留着，好想再问一遍，你会等待还是离开？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，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，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，等到放晴的那天，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。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，偏偏雨渐渐打到我看你不见，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？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，等多舍我握着你手，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，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，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。周杰伦的《晴天》，谢谢。好，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呢我这个伙伴啊，他呢都没有跟我搭过。对，我们今天就是算是灵眼吗？没有，我们不会再在一起。我们没有分分合合，这种真的是偶像剧的剧情啊。好，我们带来最后一首歌呢，这首歌应该大家都有听过，这首歌是一首英文歌，可是我的英文不好，所以而且又有点远，所以人家可能看不到歌词会唱错。我就说你可以坐过来一点没，你不要可以吗？可以移一下哈。OK， 好，你想要跟他在一起是不是？好啊，接受给你，等我气象变得再说。你会弹琴奏吗？嘟嘟嘟，你要不要唱？不会啊。OK， 因为我跟你说过我们没有 run 过。好，那我们就现场来一下哦，可以吗？好，他说他要用他的那个嘴炮的功力，让大家听一下前奏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带来这首歌，叫做什么 ？I'm yours。谢谢大家。
dance and sing. We're just one big family. It's not God forsaken right to be loved. Lov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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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ve. Is it right? Yeah. Huh? 5, 6, 7. No more, no more. It cannot wait. I'm so谢谢大家。可以吗？好，谢谢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谢谢那个咪咪咪咪，我觉得你们之间还是充满情愫，嗯，所以我觉得给你们一张饮料券，去喝个交杯酒，好吧，嗯，对，维持一下，还有机会啦，哦，就不要那么早那个，哦，还蛮合的啊，就是这样看这个演出，充满爱，哦，可是又有点悲伤，哦，已经不是枕边人，偏要在我枕边唱歌，哦，好，那再来呢，最后，哦。